我等在遮写，我等在遮写吼啊，确定我会教你写体，会甲你讲吼，我一步一步来吼、哦。你是今日学这吼、個，因为你即马就是讲，我即马画一个迄线条，你安尼画。你慢慢画，啊，画到你想要停起来，安尼吼，安尼就好。啊，这三，安尼继续画，吼吼。无要紧，你先卖看。无要紧，哦，你家己去想，你自己想，你自己想，就是说我要宽一点或窄一点，就是练习控这个笔，啊，尽量笔要直一点，吼，嘿，直一点，然后再来就这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哈，写到中间了哈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哈，赶快，你家己想看你要偌宽，自己去想，啊，你能做到多少呢？我要想宽一点。我想窄一点都可以哦，好，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好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哈，你今日写会到，你放心。啊，不过这你爱想的吼，嘿，你爱想认真。这一点爱练。你波浪吼，啊，你要几个波浪？你要大细拢无要紧，你要较大嘛无要紧。你讲你较大，我较大会用的。你得想看你要安怎迄落，吼，啊，慢慢啊。啊，你保持这个笔吼，哎，安尼拢是属于在所谓的中锋吼，啊，袂用安尼，嘿，啊，一定爱安尼，吼，啊，就是我们就是中锋用笔吼，哦，你就这样写就好，先练习这个，这一二三，哦，四个，啊，你先画一个，哦，你先画一个，啊，等确定啊要写的时阵，我来讲，咱再举例吼。啊，你先安尼咧，哦，先这样子咧，好，来。